厉老师是不是被迫营业？他是真的被迫营业，<笑>他就是真的写的被迫营业四个字。而且我之前跟他聊过，就是我之前不知道他来干嘛的，就他那个出舞台唱街 park 的。对对对。我当时真的，我被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厉如修最开始来干嘛的。然后我就去问厉老师，我说厉老师你是真的想来这个节目你才来的吗？他说最开始我想的是还可以过来提一下名气，拍一下杂志，但是。 当我露出舞台结束的第一天，他们把手机给我拿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事情不简单了。他就这样，我就想，他主要是手机被收了，其实。对。抖音。